姐，您看我还有机会吗？机会呢，遍地都是，就看你愿不愿意捡。要捡呢，也得学会先弯腰。弯腰，我当然愿意啊，只要不被别人看见就行了。这是什么？公司的潜在客户，薛可欣的前男友，各种大老板。你让我跪舔可欣的前男友？是前男友门。相遇不可怕，信任最尴尬。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。这么多，紫萱小馆，这明明是个拳馆，怎么听起来像个饭馆？哎，第一个。哇！ 嗯哼哼，我让你去找客户，没让你找人打架呀。他一上来就扔我一副拳头，我能怂吗？我当然不能，不能了。别动了，别动了啊！这要别人问起来，你可千万说你是落枕了。明姐，我老婆就没有正常一点的前男友吗？我呢有个老会员，专门做融资的，搞了一个健身创业。 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什么呀？你有犯罪记录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有犯罪记录？那你有行业经历吗？有啊。那你有创造生活的美好愿望吗？这个谁没有啊？那你是不是公司快倒闭了？人走了，地方还在。是啊。县城写字楼，交通枢纽，黄金旺铺，旁边有两所学校。 器材我找最优惠价，然后再找几个私教，清一色体校吴彦祖。你想干嘛？我公司还没黄呢。没让你黄，只是把你的场地云一半给我，算你入股。等于就是我们两个合伙开一个健身工作室，到底靠不靠谱啊？刚子，做熟不做生，废柴变凤凰，你的腾飞在此一举。 一个人有没有上进心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我希望你对于追求财富，就像追求你肌肉一样的锲而不舍。我告诉你，机会就这一次。我们公司的主营业务还是要干的，场地最多分你一半，足够了，就二分之一。到时候，我打个组段，健身工作两不误。 我们那附近挺多健身房的，附近，哼，附近是多近？我告诉你，现在的人走路一分钟都觉得累，20分钟以上根本威胁不到你。还有刚子，我们服务的是白领人员，早上9点钟开始才是你一生当中的高潮。高潮，干！真棒，耶！高阶国潮服，年轻人的精神食粮。咱们公司这是药黄了还是已经黄了呀？哟，那我们是不是得赶上做销售了？先生存后发展。姐，你这想好了？健身行业是逆境记周期的，前方一片蓝海。你病机也不能乱投医呀。哎，健身是预售产品，只要预售成功，就有资金回收，低风险高收入。 全家福很贵的。
你今天心眼怎么这么好，这么大方，请我吃馄饨啊？我是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你。老马他总骂我，说我笨。其实他就比我小一岁，可是我的心里吧，总觉得自己是在老牛吃嫩草，好像觉得自己还配不上他了。问题是，我看他好像见到你就像个小绵羊一样，他为什么见到我就像大灰狼啊？我告诉你吧，这全世界的渣男都是那一个套路，他越是踩过你，知道吗？越是贬低你，那就是不想让你离开他，让你依赖他。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不能犯贱，千万不要上赶着往上凑。犯贱，知道吗？你说谁犯贱呢？说谁呢？谁犯贱谁知道啊？哎呦，李振宏，你这就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，你妒忌。我妒忌？我妒忌谁呀？啊，我妒忌你吗？哪点值得我妒忌啊？你看看追你那些男的，一个比一个老，腰都直不起来了，送给我都不要。哎呦，有些人呢，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捏不住男人，老了老了还要替这些渣男去收拾烂摊子。收什么烂摊子？哎呀，杨曼曼长成这个样子，她妈妈肯定也差不了呀。你到现在还没有吸取教训啊？现在连狐狸精生下的小狐狸精你都要照顾。秀素云，我告诉你，咱俩见面最好和和气气的。我跟你说，吵架显得太没素质。为了明宝的面子啊，咱们俩最好保持距离，距离产生美。你离我远点。你好，您的馄饨打包好了。不要了，再见。给我吧。嗯。杨曼曼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家有自动清洁功能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厕所的洗手台、马桶都有自动清洁功能，脏衣服会自己跳到洗衣机里洗干净了，然后再跳到阳台上晾干。你哥就是个人肉提款机，你大妈就是个厨子，我就是个清洁工，一家人天天都围着你转。哥，出来一下。干嘛呀？跟催命的似的。嫂子总是这样，经常莫名其妙发脾气的嘛。要不你带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内分泌科，啊，或者精神科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话，你叫你哥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用完洗手间给我把浴巾挂好，卫生间里面打扫干净，家里的家务你必须要分担一部分。这很不科学。这跟科不科学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我刚洗完澡，浑身洗得香香的，干干净净的，你让我干这干那干这干那的，我出一身臭汗那不白洗了吗？你这意思，谁该一身臭汗跟在你屁股后面帮你收拾呀？你呀、啊，少说两句。本来就是嘛，你嫁给我哥，你天天待在家里面，啥事儿不干，家务活不干，你干干谁干？我是家庭妇女吗？你不是吗？我有工作的。这小孩不懂事，怎么回事？不懂事？多大了还不懂事？过不过了？这个饭呢，就不用你做了，主要是怕你下毒。以后家里其他的家务呢，你都得包了。这擦地呀、洗碗呐、洗衣服呀，一样不能落啊，得先洗手啊。我跟你说，你以后这个零花钱呀，就实行打分的制度。这擦一次地呢，挣五分；发现一根头发扣一分；洗一次碗呢，挣五分。打碎一个碗呢，扣一分。